様、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この飛行機はまもなく離陸いたします。シートベルトを締めください。テーブル、座席の背、位置掛け、日よけなどは全てお求めしにお戻しください。刚去便利商店，遇到一个台湾人的店员，觉得好好玩哦。每天都要喝蔬果汁，还不会便秘哦。哎，这个可爱。I'm gonna think about this one. 我现在要去 Gap， 我现在有点冷，因为衣服带太少。哇，超漂亮的！哦，我现在在新桥站附近，这里超大的，想去看那个樱花。看起来要门票，300块这边。德川将军的庭院，也有个导览的地图。超大的，超大的樱花。其实我现在有点担心，因为等一下可能没电了。因为今天的目的其实是要去东京塔，但这边太漂亮了。对，然后手机已经快没电了。这是超大的，我拍一下照片。这个超大的，是不会吗？超大。好，走吧。我的手机现在没电了，等等，因为等等要去那个东京铁塔，所以哦，后面有超多人在野餐的，这里感觉这边是一个野餐的地方，然后后面有超漂亮的樱花，可以看，超酷的吧？然后我现在要。
整理一下照片，然后上传。东京铁塔附近的一个庙，一个寺庙，然后这里感觉都是商办，所以有点冷。这里到处都有樱花的感觉，哇，到处都有樱花哎，差不多。继续走，我现在已经走了3.11公里了，从新桥。好，我继续加油。我很担心 GoPro 等下没电哎，因为我的目的其实是东京铁塔，但太多好逛的了。我到的附近了。到了这个寺庙，但很可惜的是它在整修，不过是可以进去的。现在表参道，现在要去 Kidland买复刻版的电子机。现在到明治神宫，5:10，要关着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现在要走去明治神宫前面，但感觉起来已经关门了。走了这么久，终于走到看得到建筑物的地方了。超级累的，超远。我从表参道吧开始走，超远。好，接下来离开了明治神宫，然后又要走一大段路回去了。现在要去吃一家很好吃的拉面，柚子拉面阿福里。吃完阿福里了，好吃。听说这里的零食可以自己拿，这里面包含了500块的服务，500块吧。